使劲帮忙砍，钢中带柔。全部分割好之后啊，这两边的背部砍好了，然后就开始砍胸部啊，胸部往这里放，往这边的胸部就往那另外一边放啊。然后把这个大腿削一削，这个大腿削一削。这里不好看的地方就放这里啊，哪里有空虚就放哪里。大腿，主要是几个大腿一放，它这个就好看的了。这里一放，这里一放就全部盖住它，不要给它露出来，有些没有表情露出来可以了。好，这就是一只了啊。